第312集，李火旺。癫狂的李火旺挥舞着手中的吃食，跳到一旁的车上蹦了起来，随着那汽车警报的声音蹦了起来。我是疯子，我是神经病。他的声音传出去老远老远。他怪异的举动引起了别人的注意，当车主拿着扫把冲过来，不断地向着李火旺身上挥打的时候，四周围观的人越来越多。就在他那笑声越来越癫狂的时候，李火旺看到一个可爱的小女孩，她妈妈正在牵着她的手远远地绕开，头发间的红樱桃发卡异常的熟悉。看到她的瞬间，李火旺脸上极度亢奋的表情渐渐消失了，重新被痛苦替代。随后他从车上跳下来，无视车主对自己的敲打，抱着手中的吃食离开了。来到桥洞内，李火旺用那有些浑的河水把那奶茶重新灌满，开始麻木地喝了起来。包子有股怪味，应该是馊了，但是他不在乎。至于在另一边吃的是什么，他同样不在乎。这一点东西李火旺吃得很慢很慢，仿佛在细细地品尝着其中的滋味。叔叔，听见声音，李火旺扭头看去，看到在桥洞口站着一位穿着通体小白裙的女孩子。在耀眼的阳光下，她看起来浑身上下都在发光。李火旺看着她那张可爱的面孔，下意识地脱口而出：赖十八。小女孩露出胆怯又不安的表情。我不叫腊月十八，我叫刘雨欢，我妈妈叫我欢欢。当看到李火旺站起来，刘雨欢吓得顿时后退几步。她连忙解下书包，先用一张纸垫在地上，紧接着又从书包里拿出一包东西放在纸上。做完这些后，他有些慌张地再次看了一眼李火旺，赶忙跑开了。李火旺走过去低头一看，发现那是用白塑料袋装的三个包子，而且还是只有小学生才会买的猪猪包。他会心一笑，弯腰捡起来，解开塑料袋吃了起来。包子是暖的，看起来是刚出蒸笼没多久，这不是他吃剩下的，而是专门去买的。李火旺就坐在那里，小心地一口一口地吃着。包子是肉馅的，真的很好吃。吃着吃着，他发现四周环境重新变化，发现自己坐在泥泞的道路上，手里捧着一个泥球在啃。他无奈地摇了摇头，继续一口一口地把手中的泥球啃干净。吃完后，他回到庙内，在其他幻觉的注视下，毅然决然地重新拿起地上那把剑。就在这时，李火旺就听到脚步声跟马蹄声，那脚步声是那么的熟悉。淼淼，李火旺提着剑冲了出去，却看到一个意想不到的人，那是戴着红盖头的二神。此时外面的雨已经停了，可二神的红盖头却是湿的，两条水痕从他眼眶的位置滑落下来。李火旺表情复杂地站在庙前，看着远处一辆马车旁边的他。你来做什么？馒头摇着尾巴从马车后面钻出来，他用力甩了甩身上的雨水，兴奋地向着李火旺冲去。馒头扭动着身体跳了起来，用前爪在李火旺的身上不断踩出朵朵黄泥梅花印。这时，二神掀开身边的马车，被牛筋捆住的黑太岁呈现在李火旺的面前。他牵着马车走了过来，用那冰冷长着锋利黑指甲的手拉起李火旺，向着破庙内走去。等来到庙内唯一干燥的地方，二神先拿出毛巾把李火旺身上的雨水跟淤泥擦干，紧接着又从马车上拿出崭新的衣服跟鞋袜。他服侍着李火旺穿好，紧接着
又把一件红色的旧道服披在李火旺的身上。就在他低着脑袋给李火旺系腰带的时候，李火旺手一伸，把二神的红盖头掀了下来。顿时，二神那如同一朵食人花般的面孔呈现在李火旺的面前。只是这朵花的花瓣跟花蕾是由蛇鳞、跟刺猬刺以及别的一些类似的东西形成的。花的正中央，小半张白灵淼的脸流着泪，悲痛地看着李火旺。跟着半张人脸相对应的是另外一侧的糊状瘦脸，并且他脸上的器官并不是一成不变的，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缓慢地移动跟变化着，一会儿是人脸多一些，一会儿是瘦脸多一些，眼睛的数量也是时多时少。如此模样的二神张开双手把李火旺轻轻地抱住，越抱越紧，勒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。相公，那伸到后面的手一根根地掰开李火旺的手指，让那紫穗剑落在了地上。他手腕处那白色的条带被解了下来，轻轻地盖住了李火旺那没有眼皮的眼睛。相公，我们等你，等你治好的那一天。听到这话，李火旺反手抱住了他，看着那颗巨大且细长的猫科状的眼睛越抱越紧。纵然生活凄惨，世界无比绝望，甚至李火旺的每一寸人生都是由痛苦铸成，可没有哪个人是想死的。有些时候只要有人稍微往回拉一下，就能挽回一场悲剧。二神最终还是走了，可是他却把馒头还有那捆着黑太岁的马车留了下来。李火旺坐在地上，冷冷地看着天空那没有顶的破洞。良久过后，他重新拿起了紫穗剑，看着那剑刃上的小半边自己，他忽然表情扭曲起来，提着剑猛地向着空中一举，直指向房梁上的一只黑鸽子。鸽子，李火旺刚这么想的时候，那鸽子飞了下来，落在了李火旺的肩膀上。这时候李火旺才发现，这只黑鸽子的脚腕绑着一根小纸条，上面有一个甲骨文，看起来像是天字下面加了一个眼睛。缓缓地打开纸条后，他查看上面的内容，顿时心中一惊，牵着马车就走出了破庙。这是拓跋丹青的飞鸽传书，他通知李火旺去一趟银陵城，老地方见。这东西让李火旺马上回想起自己的计划，自己通过监天司寻找北风的计划。强烈的不甘涌上心头，把此刻李火旺眼中的痛苦跟死意都压了下去。馒头，走了。这破地方想让我死，没那么容易。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我还怕什么？哪怕就是死，我也要给他捅出一个窟窿来。这新宿的身份，我总有一天能摆脱掉。总有一天，到那个时候，到那个时候。